哎呦，妈妈讲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是密码赛，妈妈讲，我担心今天在家，们干了不少坏事。哦，我的心不是故意的。妈妈讲，我的心知道错呢。这个是卫生纸先咬我的。我的心也是没有办法子才这样做的。等我的洗衣不是那种随便拆家的坏狗狗。妈妈讲，你可不要冤枉老实人呐。